主料：黄瓜300克，辅料：红椒10克，盐、蒸鱼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红椒去蒂，顶刀切圈，蒜瓣切碎，黄瓜洗净去掉头尾，剖开成两半，顶刀45度斜切成薄片。洗过热油，放入红椒、蒜末、黄瓜片，大火快炒。煎黄瓜片开始软时加盐、蒸鱼豉油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黄瓜片不要炒得太熟太软，要有点脆脆的感觉才好，也更符合营养学。二、因本人喜欢蒸鱼豉油的味道，所以有用到，亲们可以不用。使用蒸鱼豉油就要注意放盐的量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